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人生中没有遇过，就是一杯水果冰沙，然后要价是1550。Like、哦，啊，原本是那个梅汁，然后用这个氮气弄一弄，就变成那个冰，就是那个冰沙的感觉。我是仙女。有，就是从它已经变成一个冰沙，已经变成一个泥一样。你的感觉好好喝哦。然后还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，什么？我从来都没有喝过一杯水果冰沙要加1550，而且还要再加价。这杯水果冰沙快2000呢，好浮夸哦，好疯哦！哇！啊，你边个来卡？边。我ครับเป็นโซดาที่ทำจากโซดาโซดาเป็นอันนี้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เดี๋ยวโซดาเมดฟอร์มรัมบูตันเออ对这个就是那个碳的那个就是啊啊啊啊苏打一杯 of course 哇又来又来哇哇还有一次去我为各位喝一下。OK， 那就是那款20.8，这就是1550的味道。它很酷耶，因为它这里面是有加那个莓果的那个用果莓果的果浆去弄成冰沙，然后上面还有放那个爆米花糖浆，所以你真的吃到那个爆米花味，然后还有莓果的那个酸甜。我这样真的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工作，我真的在工作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工作嘛。其实这个很好喝，然后而且也的的确确是我这辈子没有喝过的那种莓果冰沙的味道，真的。然后还伴着这个招聘椰盒的合景，对不对？莲花酒店，莲花酒店，阿里阿多。